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皇帝，或者影片让你无可挑剔。那皇帝今天找来了全服玩家跟皇帝来做，就是五排配对。那由左至右呢，依序是皮皮、新葵、小青，还有兔子，接下来是马甲。那皇帝的小青呢，全服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了，所以我是前全服，好吧？前任全服，应该是前任全服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现任全服跟前任全服，我们一起五排。究竟对手会不会被我们压着打呢？那我们敬请期待。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企划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皇帝在这一边要跟各位玩一个小游戏，如果今天的按赞数每过100个按赞数，每过100个按赞数我就禁考一天，那如果1000个按赞数我就是禁考10天，非常残忍的挑战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按太多赞，好不好？让我戒考几天就好。你们按一堆赞，我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不用考了，你们知道吗 ？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OK， 那我们配对到对手了。我相信我们的对手看到我们的阵容啊，绝对是屁滚尿流。哎呦，各位，对面有个长腿黑丝袜，哎呀，太香了！看来这家伙真的需要戒考几天。原本我还觉得他很可怜，不过看来是我太仁慈了。把战术用力点起来，让他欲考不能。那平常皇帝我在对线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个魔纹啊，我是带小精灵，但是打野的话，我觉得还蛮适合带恶魔觉醒的。哦，对线带小精灵，然后打野带恶魔觉醒，这是目前皇帝我小青的那个套路。哇，我的队友也在讨论黑丝，好湿，你有病。哎呀，看来全服玩家的心都是一样的，看到黑丝就忍不住冲动起来了。哎，其实黑丝真的是很吸引很多男生的，就是黑丝袜真的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。OK， 我们这边小青电名狼犬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对面阵容。哦，雅雅应该是那个黑丝袜玩的啦，我在猜，因为女生好像都比较喜欢玩雅雅这种角色。那对面的阵容我看了看。其实蛮麻烦的齁，我小青很难进场，我只能抓凡恩，凡恩又可以晕我，雅雅我很难抓，令月也不好抓，那潘英更不用讲，那对面的凯撒路又是个那个夜姬，看到大家都全服，都 S， 就我一个超星耀，太酷了吧，哇，早知道我就先爬到 S 再来跟他们打五排。那小青的话打野基本上都是蓝开的话我们接着吃红 buff， 在普攻的时候才可以缓输对手，可以增加我们一点小青的 gank 能力，因为小青留人的话只有一技能的击飞而已。那我们这边就是利用小技巧把两只野怪拉在一起打，增加我们的打野速度，因为小青打野其实不慢啊，但是我们这样子可以更有效的增加我们打野的速度，只要是想玩小青打野的这招必学啊。哎呦，我们的星魂拿到手杀，哎，不愧是全服，哇，不能夸奖，刚讲完就嗝屁了。OK， 那中路的兵线就由皇帝我来接收了，好吧？那我们这一把应该是要出野人战斧，因为我觉得小青啊这个版本太软，别这样嘞，好好相处哎，哇，那令月的伤害鬼吧？那我们这一场看来仙灵是出定了啊，哦，仙灵是出定了。如果没出仙灵的话，应该会挺尴尬的，因为对面有潘英跟那个令月这么高爆发的那个魔法。可以抓这夜姬啊！夜姬敢调皮啊！看来宝刀未老啊，皇帝！转角遇到爱，那这个野怪有办法吗？他们对手人比较多。是要滚去哪里？控制！哦，冷静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的皮皮刚刚那一波，哦，有点太着急了 OK， 那我们先刚刚的优势瞬间没了，因为下路那个星魁刚打输哈。
那我们现在下一个钢枪，好，我们先把钢枪给出出来，冷却跟生命啊，哦，有输出跟坦度的装备，哦，还有减冷却，非常适合这个版本的小青。那我们必须找个时间来抓个 gank 啦，因为到后期我们小青会越来越难抓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那个胜算会越来越低，因为小青这只角色都手短嘛，啊，该来上路帮忙的哈。上路这个凡恩看起来就一副欠抓啊，凡恩坏坏。那反腿很快哦，欸，他腿很快，欸，观念很好哦，赞赞赞。这个凡恩调皮啊，我们就是要杀这凡恩啊，从这个射手先下手啊，因为他们的雅雅不在旁边，雅雅不在旁边就好处理。那我们再来偷他的那个红 buff， 一切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，而且我们大招快好了，我们不怕潘英来 gank， 如果潘英过来，我们就是很简单，大招壁咚下去就对了。哎呦哎！哎呦哎！差点嗝屁，吓死吓死！没事没事，来就不得是嘎。OK OK， 我觉得可以开始来抓人了哈。我们现在的伤害跟装备应该都差不多成型了。这里有戏吗？死呀，yeah! ！OK， 我们来吃凯撒，凯撒是可以吃的。我是怕潘英冲进来啊，我觉得我们的钢枪跟野斧出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先上模仿装备了哈。这模仿装备在这一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对面的法师会很麻烦啊，很麻烦的那种啊。欸，对手真的是被我们压到手无缚鸡之力耶，好吧？这一场我也没做，控制控制，先生哦，跟你无冤无仇哈。哎呦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就塔杀，我们这个阵容有够猛的，很猛很猛的那种哎！来，我们来吃个魔龙，好吧？我的队友杀太凶了吧？哎，你们不要这样，给对面一点机会，好不好？给对面一点机会。OK， 我们目前看起来真的是也不用出到仙灵啦，我想说对面那个哦，有令月哦，又有那个潘音哦，应该出点那个模仿，看来目前是不用，因为对面没有很肥啊。那我们这个御魔斩可以出，那队友杀得那么爽，我们就来帮他们的辅助，就帮他们吃个魔龙提升他们的伤害。哎呀，我真是贴心大暖男呢，受不了啊。 OK， 我们赶快把这个魔龙给吃一吃。哎，这魔龙一个神龙摆尾可以吃掉。那我们再来吃个蓝 buff， 我们的队友杀太爽了啊，我好想参战哦，可是我又觉得说我的手太短，我跟不到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打完了。OK， 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了。现在蓝 buff 也有了，我们的魔龙也有了，万事俱备啊，只欠我一个漂亮的壁咚而已。哎，我们必须找个时间，一个好的时机进场。如果皮皮能够把我抓着滚进去，一个壁咚五个，哇，那画面多帅啊！有点痛痛痛痛。OK， 那上路可以拆吗？上路可以拆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不要哦，不要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妈，五连杀吗？我们直接在这个角落打起来！哎呦，哎哎哎呦！四连杀，四连杀，再一个五连杀，再一个五连杀，五连杀，五连杀！哇、哦，五连杀！太扯了！哦，赢了，赢了！哎呀！很意外的一场哎，我的队友突然就拿到五连杀了，恭喜这个马家哦，获得五连杀成就 get 啊！我整个是神队友，我评分应该不会多差吧？可是我这样看起来，我好像评分会是最后一个。马家不错哎，输出打很高，赞赞赞！ 10.5 哦，第三名。还好嘛啊，看来哎，我这个钱任全服哦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。OK， 那如果各位喜欢这样的系列的话哦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基本上我们打这个对手啊，各路全服精通自己的角色，把对手压着打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的影片让你 OK 挑剔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